管国内还是国外，越来越多的家里选择安装折叠门了，漂亮实用，只增不减，能像开放式阳台一样，能洗衣晾晒，种些花花草草，又能让室内外空间既能分隔，又可以连为一体。打开后可以一推到底，视线毫无阻碍，而且最大限度可以节省空间，也能让更多的光线进入室内，改善房子的采光和通风效果。DERCHI优品门窗琉璃78折叠门，国外爆款产品，强力内核，家中加强中柱，提高抗风压力，门扇与中柱间采用汽车级复合发泡胶，门扇关闭时即使小孩子把手伸进门扇间也能有效避免意外夹伤，标配凯森贝格全套5斤，荷叶自带调节功能，防止下垂，滑动顺畅稳固，还可做 27A 电动光能百叶，不惧外界阳光暴晒，还可以根据户型选择做90度转角折叠门。琉璃78折叠门无论是单门还是单窗都可以收放自如，不会多占用你1平米，绝对是门里的扛把子。